本届金马奖三项大奖入围。我觉得我好像快认识他了。你到底不高兴什么吗？你开口闭口都是钱，你懂什么叫爱啊？有时候人跟人之间距离太近，就不知道怎么去爱。荣获金马奖最佳新人奖。你会想他吗？柯宇伦、瑞玛席丹、黄远，12月15强尼凯克。